那先正确挥杆，用力挥，哇，打得又高又远，哇，全垒打。以前完全没有接触到过吗？没有。第一次。没有，对，第一次。啊，好，那现在的感觉很好玩吼。是来玩的。是，但是看起来很用心，装备都很齐全。那现在照理讲说，你们现在学第三学期，照理讲话应该其实自己练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了嘛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一定要有老师哦。哦吼。哎，就没有老师不行。所以说，要非得练个一年半载才能够练得好。一定要，一定要。呵呵。哇，看打得很远，所以这里有练有学有差别哦。有就说学到副作用，对他讲有什么样的好的感觉呢？可以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打到老，80岁都还可以打。所以变成假日很好的休息活动，休闲活动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玩到相当高龄都没有问题。这些事情可以录到。